家美亚曾说，单身力是指即使结婚有了相伴一生的伴侣，仍然保持着单身的能力。简单点说，就是女人无论在任何时候都要有自己的社交圈，有自己的稳定收入，有自己独立的精神世界，就算有一天不得已要离开对方，也可以过得很好的一种能力。是啊，女人的单身力就是在婚姻中最高级的魅力，可以收放自如，可以想黏就黏，想独立就独立，有了单身力，余生才能活得洒脱随性点。别太在乎别人的评价。有句话说，人活一世，难调悠悠之口，懂你的人不需要解释，不懂你的再解释也没有用。是啊，有时候我们常常难过，就是因为太在乎别人对你的评价，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在了不该关注的负面事情上。哲学皇帝马克·奥勒留曾写，专注于建设好自己的精神世界，取消关注他人心境的阴晴雨雪，才会更加接近与幸福。人真正的自信，就是从不在乎别人的评价开始的。所以，余生别太在乎别人，多在乎在乎自己。坚持一项爱好。编剧的艺术中有一句话说，每个人都需要一条释放其天生创造力的途径，你不知道你的爱好最终会把你引向何方。言外之意就是说，爱好对你的人生有无限的可能。坚持写作，坚持阅读，坚持练书法，或者说坚持研究一种植物，都有可能让你成为该领域的专家。努力提升自己，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吧。但其实也不是急功近利的坚持爱好，只是说有了一项兴趣爱好，至少能在荒漠枯燥的社会中得到一些事实快乐的享受。有爱好，人生才充实。先爱自己，再爱他人。女生总是在爱情里付出最多的那一个，可到头来伤害也最深。对一个人好没有错，但你一定要懂得，要学会收起一部分真心留给自己，适当拿出自己的底线和原则，不过度忍让，不过度委屈自己，这样才能被人看得更重。一定要知道，先爱自己，把自己变得更加优秀之后，你才能遇到更优秀的人。不讨好，不依赖。小时候经常被人说，你要对别人好，别人才会对你好。后来渐渐养成了讨好型的人格，可到头来才发现，生活的真相远比认为的还要残酷。你的讨好换来的是变本加厉，你的依赖换来的是没把你当回事儿。其实女人最好的生活状态是不亏待每一份热情，不讨好任何的冷漠，时时刻刻都能做一个独立自主的强大女人。护肤变美。不得不承认的是，年龄对女性还是很残忍的，但聪明的女性都应该明白，随着当代年轻人审美的提高，任何一个优雅的看着让人舒服的女性都兼具了干净整洁，浑身都能散发活力的特质。没人喜欢邋邋遢遢，也没人喜欢上班顶着大油头，还是希望你在有充盈的时候多爱自己。坚持基础的护肤，坚持锻炼健身，买舒适合适的衣服，让自己变得美美的，心情才会美美的。但别弄混了女性变美的目的，它并不是为了取悦他人，而是为了取悦你自己。懂得及时止损。无论是爱情还是生活还是工作，选择错了方向就应该及时调转方向，及时止损。别跟自己过不去，人这一生总是要遇到各种各样的挫败，学会及时止损是很重要的。止损尽管会有遗憾，但却是短暂的，
有句话说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有时候及时止损是为了给自己一个绝处逢生的机会，有时候则是转向了更广阔的人生。聪明的女人都知道，要活得像水，前方走不通就转流，不要活得像石头，撞到地面碎成石渣。每天运动半小时。有句话说，先有好身体才有好生活，还有句老话说，身体是革命的本钱。现在的年轻人经常为了工作加班加点的忙，身体早已呈现亚健康的状态。有的人回家也只是瘫在沙发上看手机，刷刷新闻，可是一时的爽快并不能给你带来实质性的好处。你现在为舒适偷的懒，将来就会为身体多施一份压。不如趁这段时间坚持运动半个小时，一个星期下来，你就会发现无论是身体和精神都有了很大的改善，整个人看起来神清气爽。毕竟运动和不运动的人生真的是不一样的。不要把时间浪费在垃圾事上。人这一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有善人就会有垃圾人。人这一生也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事，有好事也就会有垃圾事。但时间是固定公平的，更是宝贵的。遇到垃圾人或者垃圾事时，千万不要纠缠，纠缠了就是在浪费自己的生命，还惹得一身晦气。你要知道，有些人注定是不对频的，有些事注定是不对心的，与其纠缠浪费，不如及早终结，来成就另一种精彩人生。最后，要对未来有期待。人最怕的就是失去希望，人最幸福的就是对未来有所期待。只有对未来有希望，才愿意去扩展更加精彩的人生。无欲无求，随波逐流，都是你早早向人生做了妥协，似乎不再抱有期待。可过了好久才明白，当初的没有期待，当初的不努力，才是导致现在碌碌无为的罪魁祸首。人还是要有期待的，日子才有盼头。只要我们不忘每天给自己一个希望，就一定能拥有一个丰盈的人生。亲爱的你，一起加油吧。回头空间一团弥漫，风弥漫，四季推波助澜，大雨将悲欢都冲淡，往事在风中肆无忌惮，看似过去却从未走远，拥抱的温存梦醒一半，伤还在耳畔，我好诉说声不忍再看，我命运生风轻云淡，我让是非与你无关，我的慌乱我的伪装，我的不舍被你一眼看穿。如果你也喜欢这篇文章，请点击订阅与分享，也可以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感谢您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